好，我们来稍微多了解一下关于 clip 的操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介绍就是所谓的 copy，还有 duplicate，还有 loop 这三样的在 clip 上的操作，一个基本的操作方式。啊，基本上我要我要复制，其實基本上很简单，其实我只要 command C，譬如说我选到一一个 clip，command C，然后我的我用 smart tool，然后我 移到任何一个地方，Command V 它就会贴上，甚至移到这里，Command V 它也会贴到这边。好，这个很简单，等于是说有点像复制贴上嘛。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件事，是我想要，嗯，选到全部的 clip，哎呦，sorry，选到全部的 clip，然后我要，比如说尾巴，我要让它对齐，好，头也要，这这个时候我刚刚是，我现在做的是我 Shift 键一直按住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。 同时针对所有的轨道去做切移动 trim 就调整它的范围。OK，啊，这时候我要如果我要复制的时候，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是，呃，Command D 就可以 duplicate，它就会直接复制在后面一整个区块。这个时候我按 Command D，PC 的话就是 Ctrl D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一直按，它就会一直往后面一直不断的复制。那我也可以利用 Option 键，我按住 Option 键，然后滑鼠变成是手掌的工具，往。 后拉，然后滑鼠放掉，再把微选键放掉，它也是可以复制的动作。然后我接下来要告诉各位的是一个叫所谓叫做 loop 的功能，就是我可以在这个 rim, trim trim t o o 这个地方点下来选到 loop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的 trim t o o 在每一个 clip 的前面后面它就会出现呃。 前面后面都会出现一个往上一点就会出现一个箭头的图案图案，这就是所谓的 loop 的功能。这时候我按住 shift 后，我就可以一起 loop 它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会发现，我每次 loop 的时候，它只要到，因为这个一个区块是八小节，它只要一到了八小节后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小的箭头图案，它就告诉你说，你现在这个东西是利用。 这个 loop 的工具来造成的所谓的循环的 clip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在我们在呃 clip 的上面的一个操作，就是呃你常常会用到就是复制，然后贴上，然后 duplicate 就 Command D 或者 Control D 在 PC 上，然后甚至于 loop 的功能，OK。